死妖多啊！你搁敢来？你甲看，堂堂的江家大少爷段义，竟然无一人啊叹病啦！唉，真正是凄凉啊！你看我，我有心呢，你哦，哪是有感动呢？我可袂得甲你听遮啰白。医生应该有甲你讲，你只是皮肉伤尔啦吼。你看，我出手对你偌客气咧，我是爱你吼认真的来。你起码跟我较认真啊。哎呦！我看你哦是无认真的来，莫遮尔激动啦。哎，你若生气哦，就骂我，看是不是哦，会再甲我骂死啦。江道生，你去死啦！哎，我真歹啦，你个较细腻啦，若无遭针过，你会更加疼啦。哎呦，目睭哦，莫睁到遮大泪啦。你今仔会有这种下场，拢是你家己做得来啦。你唔来反背我，搁甲万世民合作，哦。加油啊！以你的手段够灵力的，男性为你生的姜家，应该是无出脱啦。阿拉母哦，拢是一个卖大尾的臭老毛啦。今摆做你长手不要紧，等我落床，你就知死。你相信我啦，我是无加见过高警方。啊！不过你即马是完全无人甲你治哦。你若行出这个病房，天下之大，绝对无你会当良心的所在。所以呢，你即马是要继续甲做，还是要回来抱我的大腿，给我予你一个机会？你家己啊，好啊，想清楚啊！啊，你即马是安怎啦？公安海朱丽萍。阿公呀，阿个姜开勇嘛是我害哦。哇，恁即卖是啥物垃圾水拢为我遮泼着对啊啦，哈。姜开勇是甲你伫个番禺集团发生冲突，才送来病院的呢。这件代志哦，阮探听个清清楚楚了。若毋是伊发现你家己当作是家里人啊，家己当作是杀人的工具，伊来掠狂，甲你先拼命。姜开勇唔来掠狂。伊个秘书敢若着小狗情共款，不管后果杀了后袂好。江老先，你安怎都想袂到，竟然有人会甲你的法术破解？江道生啊，莫阁惊啊啦，啊，拳头母咁要跌破啦。青啊，我看哦，你甲开破一下。啊，这道理就足简单嘞啊，就安尼安尼安尼来破。你家里阿叔就弄出来。安怎？内面那个车孙孙拢无血色，敢是想着讲你法术予人破解，啊，吐血吐到要死啊？啊？哼！原来是安尼哦，是朱丽萍破解家里术，我这突然间什么拢想起来。江大生啊，这世间上阁有人会当对付你，真正是后白无落片骨。江大生。你阁继续支持无要紧啦，反正哦，法律无得讨的公道，自然有其他方式来讨啊。冥冥中自有天，我保证，到时阵哦，天道听话，绝对比法律听话更严重啊！少年啊，啊你阁少年呢，莫遮尔迷信啦，较实在啦。天了白啊，赶紧组一个律师团，莫继续讲哦，朱丽萍伊阿叔这团就会当靠法术办来咯。你把阮丽萍弄一个泼咧水，还嘛无命！我即马先组一个围炉团先解脱。哎呀，我好好一个好事，互你干到这么无理性，这条我先甲你讨啦！你陷害阮信台，互人掠伊归，你是真够可恶嘞！你啊，我替阮好事出一个老亏！操你！你这么侪人怕我一个人，啊！你总共是一样好眼睛。我是什么时阵讲你戆好汉？搁再讲你这款人，讲什么江湖道义啊？行啊，武当啊，放我同齐来啊，无错，该客气。对啦，免客气啦。
这是白衣哦，该拍到位，剩一口气哦，直接送急救，救到回来哦，会当搁拍，安尼会当拍几落届啦，拍啦！王仁，快点，帮转过来，帮转进来！哎呦，哦，跳跳跳跳跳，哦，拍，继续拍。可是死要多，怕是上好。你先放下，不要打主枪。哎呦，杨队长，跟跟跟，我要告伊上来。伊喏，喊这话人心自由，搁敢跑，紧甲抓起来，跟。莫哦，别讲话，是谁甲你拍？哎，大拢看到啊！你目睭金金，还讲白贼话呢？你有看到？你有看到吗？还是你有看到？无啊。啊，阮只有看到江道成哦，悠闲快坐伫遐跳来跳去啊。阮阿公哦，哎呦，长生阿公要落蛋啊，就给压掉呀。嗯，然后我就看到伊用伊家己的头去弄阮长生的拳头母，用伊的巴肚去弄武当的脚，阮要哪家己弄伊袂振动呢？是啦，所以阮是咧救人，唔是怕人。我根本就无悠闲啦，啊，恁怕人阁乌白变？你无悠闲？啊！你拄只那在阮面头前向我咧钓钩，啊！不规波你钓煞，我都甲你苦劝过啊，唔通做歹代志，你看还有报应啊！但良心，你这個人哦，乌的哦，拢会当讲成白啦。啊，无代无志，我变家己去用拍是要创啥？杨队长，我要告因啊！歹势啦，若是无目击证人啊，就要麻烦你啊，家己去验伤提过。我即马阁有别件案件要处理，失陪啦。等，什么无激进人啊？伊哪有看到？伊哦是很冤啊！我无看到啦。你若是要告啊，就要提出充分的证据，然后啊去警察局去啊。啊，你即摆是要吃安心？吃？你连备案都还没备案，我是要安怎吃？无你是好阿伯啊，江道生。你敢会当卖风啊？有得到办案啊？你安无代无志出现伫遮，应该是来甲我斗相共的。尤队长来遮是要找江开阳的啊！伊即摆手头有一份案发现场的测录影像，伊要来问伊台西蝴蝶的案情。你想要干脆啥？你唔免烦恼，你也有真侪机会当头头开始。尤队长，你也敢真正有？江开阳台死蝴蝶的影片，无唔对，这影片啊是罗先生提供的。他真是啥呢？我摕到影片了后，影片内面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江开阳弄入去吴兴泰阿姑蝴蝶房间内，亲手把蝴蝶杀死。吴兴泰伊当阵自头到尾根本都袂顶袂当，倒伫眠床顶，安尼就会当证明，伊是叫陷害，伊是无辜的。总算拢还恁爸一个清白啦。你哪有迄份影片啊？江总裁，你敢若真要紧真关心吼？你若承认迄个影片？原本就是你的，你就要先跟尤队长解释清楚，什么情形、什么状况，你翕迄个影片，也佮你有甚物目的？你是毋是要摕迄个影片来威胁江开阳？我，敢讲 USB 并不是由万事伟偷摕去的，是瑞安做的。啊，不过这边有可能。安德生。卖在我咧吞吞吐吐，罗瑞安拢安尼讲啊，你敢无稍解释好清楚？是安怎你有迄个江开阳害死蝴蝶迄个影片？一般来讲啊，只有朱苗啊，才有法度翕到这种犯罪的证据呢。我唔知啥物影片啦，你若要问哦，就问罗瑞安啦。所以你无要告伊切得啦。好啦。我即马要来找江开阳问话啊！你不管是要提告，也是要安怎，应该处理啊。既然即马有这个证据啊，
啊，那安尼信台吼是绝对会当出来啦。我看到你伫咧游队长的面头前规个拢揪起来，唔敢新鲜影片是你翕的，我就感觉不哩趣味啦。好啦，今晚我伫你面头前甲你承认啦，影片是我偷摕的啊。安怎？你若好大去告我，你若敢告我，就证明你嘛是这个命运的主使者。刘瑞安，国家来讲，我拢是你的客辈，你竟然稳重受辱。你让证人欠的时阵，是谁去祝福你甲珊珊，互你礼物，送恁厝大？替恁烦恼当烦恼使的，那不是拢好好啊？谁跟你好好啊？我甲珊珊早就看清你的情形无？什么有情有义啊？我袂阁中你的计，嘛袂阁让你乌白使人啊！我若无超工在你面头前笑头笑面，跟你盘烂，互你感觉我两个戆戆，当作你的机理，敢骗会过你？我是用你的土来搞你的命，安怎？我比你还高啊！你是外国囡仔，我白死你啊！你是来拍谁啊？你这个又过去来骗子，搁好意思讲你是来客白，安怎拄安怎？你敢讲我讲不听的啦？何大人啊，进前你甲瑞安嫌甲无一块好。是嘛？怎啊？搁想要共这个囡仔收回去啊？是毋？啊？你就看伊啊，敢做对头，所以用伊上需要的钱去甲啥？安尼你毋共我甲利用，敢有比我搁较高尚？你免在我后背山来往背阿囝，不管你是嘛安怎讲，都无路用啊！我决心改过自新，袂阁受到你任何影响。要紧啊！迄证据吼，予警方收去，迄敢若会当证明江凯雄是凶手，也甲我一点仔关系都无啊。若是讲着恁，我自有办法一个一个甲恁收起来。尤其是你啊，你等下，我饲你真济年，你食我的每一个米，早晚拢来苦。这只几套电影片，那呢就表示讲，你甲江多神已经切落你啊！我早就甲伊切落你啊！我知影武当会出代志啊，我也真着急，也真关心。啊，不过我知影，不管我安怎讲，恁绝对袂相信的。虽然我敢若用我行动来证明。我偷走去江都省的办公室内面，把影片偷摕出来，安尼才能帮到上武当的，替伊洗清冤枉。爸，我即马干那想要重新做人，敢毋通请你给我机会？嗯，我说我讲话真好听啦，只我看起来。应该只有万新民啦，才有这个可能。因为万新民伊万恐江道成是万恐到要死，只有伊才有这个动机啊，会去偷摕证据。所以罢免时伊去偷摕了后，才阁交予你，予你做一个顺水人情啊。好啊啦，不管迄影片是谁偷摕，只要会告警方，就对啊。你会当替信泰做清冤枉，不管安怎，阮大家拢应该要感谢你。不过过去，你种种的行为确实是让阮大家对你袂放心。你爱再凶，伊才收你，你着应该予时间来证明才。
卖平安衣可能无唔对啊。我会按份收据，让时间来证明一切。